世代的员工愿意为了他减薪。Z 世代员工认为薪水低一点没关系，其中最愿意为了什么工作而减薪？我的答案是 A， 成长机会或者是工作机会，可以遇到更多事情，我会希望是这个这样。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偏成熟一点。你看他，很成熟啊。我也选 B。你看，你要成熟一点。对不起，我不成熟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